Please come here。陕西，大家可以再靠近一点，对，把这边挤越紧越好，塞得越满越好。大家可以再往前一点，不要那么 shy。好，然后，我们要跟大家培养一个默契，就是等一下我们这首歌会唱到一个地方，然后需要，就是当我把麦克风指向大家的时候，然后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唱这一段歌词。然后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段歌词要怎么唱。这段歌词很简单，叫做“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小鸟回来一样不青春。”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小鸟回来一样不青春。咱们家不会嘞。大家会吗？帮我们试一次。五六七八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我的小鸟儿，都没有听到你们声音，那小鸟要死掉了，小鸟真的会死掉，拜托让我听到大家的声音。行，再一次哦，五六七八。回来，我的拜托你们声音再大一点。算了，好，来放弃了。没有，是我们没用，我们教不好，大家对不起。好，大家可以再靠近一点。然后等一下，希望大家真的可以跟我们开口唱这一段，对。大家嗨，我们也嗨，我们嗨，我们就会表演得更好吗？Come on.
然后。